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巧克白，欢迎回到原味生存。哇，很快我们又见面了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超酷的点子，所以我想要赶快把它录下来。那这个点子需要你们的参与哦，所以拜托给我一点意见吧，我真的觉得很酷。那上一集我们在这里结束的嘛，所以其实进来我吓了一跳，对耶，我还在这儿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必须赶快回家。嘿。好，怎么的？哎呀，来呀！你上一集是不是把我打死了？我上一集怎么会输给你？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我们先想办法回去吧。我记得我是从某个地方挖下来的。哎，这里我来过。哦，我上一集死在这边。上一集有没有？就这么近哦，我就放完床，然后一转弯就被炸死了。哇哦，真的是超级巧还是超级不巧呢？我记得这里有一个开口，我们直接从那个开口离开，然后游出去，就可以不用破坏任何东西了。哦，终于走到了，我光从刚才那里走到这里，就花了超久的时间呢，就为了不要挖出来，我不想破坏它。哦，这个执着真的害人不浅。好，今天我要来做什么呢？我必须赶紧找到一个有岩浆的地方，然后我顺便看一下。哎，是因为打怪的关系吗？翅膀突然修得很好。我先找一个有岩浆的地方。你们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哇塞，这么近，太棒了！来，说好不破坏了，那我现在不是也要破坏了吗 ？OK。我在干嘛？我错了。好了，其实我是为了盖地狱门框，可是我不应该把它熄灭，我应该直接铸模，直接做出一个地狱门框，我就不用挖这些难挖的黑曜石了。OK， 来吧，我盖在这里好了。嘿，嘿，然后。我手上有多，哎，坐等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框点燃？我没有任何木材，哎，你刚好落单，来吧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啊，不对，我不用干等，我要挖更多的黑曜石。烧起来了，你烧错面了。不是正面啦，是这边。你为什么要从这边烧？然后这个方块就要硬生生的不见了，因为它不会四面都烧起来，它等一下这个方块就会直接被毁灭。哎呀，笨蛋呢！赶快帮它助燃一下。这边不行，上去。或是这边也可以。过去，再过去一格，拜托你了。你快成功了，你真的快成功了。这边，燃过来，燃过来，我全部都给你了。有了，哦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又是一大早，所以我家的猫醒了。我已经喂过了，喂过它们又睡回去，然后又醒了。不是吧，才刚吃过哎，好好睡一下不好吗？我超羡慕吃饱睡睡饱吃的生活哎，你这个不知足的家伙。OK， 这样够多了，这样够多了。哎呦。等等，我捞桶岩浆保命一下。哎，不是啊，地狱这么多岩浆，捞个头啊！好的，来看一下。哇哦，差点掉下去。来看一下这里是哪里？今天我要来
地狱做一个快速的冒险。那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，就是我的游戏突然就崩溃了，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，我的这些东西啦，跟刚才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因为我又重新玩一次。但我应该是有尽可能的做一样的事情，可能会有数量上的差异啦。哇塞，这里好像空岛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嘿，我要来快速的冒险一下。今天的目标是找到一些特定的东西，完成我想做的事。你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我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待会儿再跟你们说。我想先离开这个地方。哎，等等，嘿，我有翘翅啊。好吧，我们来看看。真的，我们刚才在超高的地方。哇哦，我今天就是想要这个。啊啊！天哪，天哪，超强运！我真的超强运的。我本来以为要很久，马上就找到了。好，我们进去。OK， 平安。这里我在冒烟，看来不是很平安。看到你了，等等，我的弓没拿。留下你的东西，不知道有没有拿到。我先把这个修好。哦，在这儿。抱歉了，但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烈焰感，超快的耶！我们居然马上就完成目标了，很好很好。今天哎呦，我有带。什么声音？我看一下我的音量有没有100%，我就是要吓死你们，不能只有我吓到。有，好，都100，都100。好，这里应该很安全吧？好，安全。这样，做个中介之眼有了，然后，哈、哦，终于有了。为了这个中介箱，我们居然要花一集。然后来哦，大家，你们一定猜不到我要干嘛。这个拿下来，嚯、哦，都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哇，我中介箱其实没有很空哎。这样，再放一把剑，还有什么重要的吗？啊，我的马铠，需要这个马铠。还有一组烟火，不要了。啊，还有弓，这个放上去。好，就这些，就这样。来，今天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宿一宿，这样，这样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有没有重要的东西？没有哦。来，好啦，大家永别的，哎。来，我们又回到这里了。今天我想做什么事呢？哎，等等，我刚才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草地耶，安德来过了。好，今天我想做什么事呢？我想要，我们现在离家20000多格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在原位生存里面最大的一次企划。因为我们生存里完全没有任何企划嘛，这是第一次，所以肯定是最大的。就是呢，我要在这20000格里面旅行回家，所以我身上不带任何东西，这个床我也不敲走了。我要在这20000格里旅行回家，并且我想要找人跟我一起旅行。来，所以呢，我需要一个伙伴。如果你想看我跟谁一起玩的话，诶，赶快告诉我哦，我尽可能的邀请看看。那这次的旅途就是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一起生存，然后往家的方向移动，直到我们回家为止。这一段可能会成为原位生存的一个番外篇之类的。整个原位生存里也许只有这一段是跟伙伴一起冒险，直到20000格后我们到家。有没有很酷？我想到就超开心的，但是我需要你们的点子，告诉我应该跟谁一起旅行呢？我们现在这个原位生存里啊，出现过纳迪亚，然后出现过
没有，草草有来过吗？我忘记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谁都可以，但是有几个条件哦。不过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，我先到外面去，这里太黑了。又回到这里了，哎呀，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耶，好酷哦！我现在心情超好的。好的，我们上岸了，这里就是旅途的起点。哎，我们去那个小沙丘，这边，好，这就是我们这次旅途的起点。那要邀请谁一起来跟我旅行呢？来，有几个条件哦。第一个，就是他必须会说中文。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I dream 或什么蛙哥的，不可能啊，我跟他没办法沟通。哎，这里是水，他一进来马上一个船顿，然后直接消失。不行啊，就是一定要会说中文，好像也只有这个条件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那如果你刚好有喜欢某位实况主，他很久没有出影片了，或者很久没有玩麦块了，刚好哦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想办法邀请他看看。或者是你特别想看我跟谁一起玩，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量找比较多人想要一看我一起跟他玩的那位实况主，我们就真的一起玩玩看，从这里旅行两万格回家，中间会发生什么事，我超期待的。好，就这样，这一集就到这里先结束了。我以为这一集会很快的耶，以为一进来然后马上拿个什么那个中介箱，然后就会结束哦。我都忘了中介箱需要去地狱合成一下。好，那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咯。想要看我跟谁一起旅行呢？赶快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要来认真的统计一下你们的留言了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我好期待哟。